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院委员刘兆豪等19人，针对台东县卑南乡顶岩湾地区出产优质之凤梨世家，更有全县唯一的生产高阶梨，且世代在此农垦，农民有务实的经验，实应大政府要来扶助协导，辅导成为水果生产专区。目前台东县政府配合农委会、农粮署推动优质水果专区计划，规划有优质凤梨世家示范专业区，规模达到100公顷以上，且出口水产产值已达全台之第二大宗，因此建请行政院专案协助台东县政府，来协助顶天湾地区辅导规划为水果生产专区，并督促协助领管机关搁置争议，以双赢方案研议完成后再续行办理，是否有当？敬请公决。